我也看到侯市长，他在这过程，台语讲得真好。如果我的台语能像侯市长一样，我太太不会每天嘲笑我台语哈，真的讲得滴滴答答。这次选举过程，大家都拼尽全力，奋战到最后一刻，所以我要向所有辛苦的同仁，特别是幕后默默付出的工作同仁，表达最大的敬意。我想这一次选举，我们看到侯市长他的拼劲，整个过程奋战到最后一刻，虽然结果不如人意，但是我们都非常努力。那我也看到侯市长，他在这过程台语讲得真好。如果我的台语能像侯市长一样，我太太不会每天嘲笑我台语哈，真的讲得滴滴答答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在这一次立法委员的选举，我要谢谢每一位朋友对于我们立委候选人的支持，我要恭喜每一位当选的伙伴，当然也要向这一次很可惜没有当选的候选人表达敬意，也谢谢他们在过程非常的努力。每位候选人我都有陪同他们走进市场，深入基层，紧握每一双手，最后阶段也陪着候选人车队扫街。我也看到每位候选人积极争取民众认同，我相信不管是议员朋友，或是未来进入到国会，在立法院为民众发声的伙伴，他们都珍惜每一位民众每一张选票，代表的是对他们的支持以及深厚的期许。我相信我们会带着每一位朋友对于立委当选人的期许，在国会好好的监督政府，监督施政，为民发声。我相信这一届立法院的国民党团一定会发挥强大监督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次选举，我也有机会到其他县市，也感受到基层草根的声音，都是民主政治原生的力量，我们也会非常珍惜。我们也会检讨这一次做的不够不足的地方，作为接下来每一次选战当中不断改进精进的参考。我想最后也要再次的谢谢朱主席、侯市长、每一位候选人、党部的同仁，谢谢你们对于国民党的付出。我想我们会持续在各自的岗位加倍努力，好好的为民众服务，为民众打拼。在这边谢谢大家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一切顺心。谢谢，谢谢市长，谢谢我们的蒋万安蒋市长。